天高任鸟飞，南海大风吹。黑都马来哟，黑都马来哟，黑都马来哟！华人万岁，华人万岁，华人万岁！你看这个捣乱了，这是。没错，你说黑都马来哟，我就来华人万岁啊！就是这个马来人万岁，对吧？这巫统开大会，他不可能喊说华人万岁。哎，但马华开大会没喊华人万岁，也没喊华人万岁，对呀、啊，喊华教万岁。啊，华教万岁，华教万岁，搞错了，那是董总了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对，就是最近这个巫统大会哈、啊，是整个国家的主旋律，就是主题。哎，可以这么说，因为毕竟呢，整个国政领导着国家，那领导国家国政最主要还是巫统做老大。对，每一次的这个巫统大会啊，是他总是。吸引了很多的媒体，吸引了很多的记者，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啊，多了去了啊。每次都在想捕捉一些有火药味的一些话语，是特别是关于有没有人在提这个要关闭华小啊，种族的事情啊，或者是什么那个土著特权啊，土著分配啊，土著议程啊，等等啊，这宗教对这些啊，可惜。是可惜吗？还是不可惜？可惜没拍到。我有好像有提的，哦，有提的。其实这一次不多，如果相较起比起之前几届这个巫统大会呢，这一次少了很多。嗯、而且呢，甚至呢，它是比较温和，相对比较温和一些。之前我记得上面就出来一些命令啊，这些命令就是说包括谢神木丁啊，你也包括我们的副首相木尤丁啊，他们就出来说这次大会跟以往的大会是。不同的这次大会的特点就是允许代表自由发言。但想说什么说什么。代表自由发言。你们要想说华小关关。但是别忘了过后很接近大会之前好像是一个星期吧。发言说了，他说了什么，就是以上目的也说了。请尽量减少种族性的言论。尽量减少不代表说不可以，但是呢就尽量别做。少说点。哎，少说点。说点这个和谐的。和谐。但是这次还真的少说。正面的。前几天正能量的，对，听到风声哈，风声就上面传来的风声，嗯、这个风声就要求大家，要求妇女部，就是妇女组的要求，不青团的也要求，女青年团的人，你们在说话的时候，尽可能的避免，说，华人的族群或者印度人族群的一些事情，别提别人族群的事儿，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但是尽可能别的族群我们少谈一点。咱们谈点法律的东西，这妇女组啊，这一回哈、啊，就是。发动100万名的这个签名，百万签名要保留山东法令。好学不学跟黄河学、啊。所以今天咱们重点就说这个山东法令哈、啊，这好像整个巫统大会啊，到了最后就没什么别的事干了，就是山东法令、就是。其实他的关注点就突然间就因为保留这个山东法令呢，而变成大家的都关注在那边。是、他很多课题大家不理了。后来华小有很多快结束的时候啊，这个首相就说了。你们的声音，我听到了，是大家的要求我也知道了，现在我作为巫统的党主席，那么我在此宣布，等一下，等我讲完，我要宣布了啊，宣布什么？宣布这个，我作为首相要保留这个山东法令，随后呢，看到所有的巫统的党员就开始站起来，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，热泪盈眶，鼓掌。还没到那么夸张。然后纳吉转转头看看身边啊，大家都站起来了，而且很高兴。老马站起来没？再回头，阿布拉站起来没？对，再回头看看我后边的这些木尤丁啊，看看大家哦，都站起来了。哎，好好，我也很高兴。好，是这。这么一来啊，你说那个好多评论人啊就在说，哇，这个首相纳吉向鹰派妥协了，向右翼妥协了，这是有些优转了，对吧？但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其实我们要记起来哈，这个事情哈，在多久之前啊？我想起应该是在2年多之前吧。这个2012年7月份的时候啊，那一次首相参加一个反贪局的啊，不是总检察署的一个会议上面，他就宣布了，他说这个马来西亚要废除这个煽动法令。
什么那个什么内安法令先废除了，乡村法令也准备马上要废除了啊，要取而代之，用一个这个团结和谐法来取而代之。是，但是两年多之后哈，经历了第13届的大选之后，又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啊，哎，现在说优转了，就是在保留了。不废了，就是咱们忙活了那么久哈，就是大家就提案，就是煽动，法令要废除了，咱们那个团结和谐法什么时候出炉啊？就每个人，特别是那个什么中庸什么什么机构啊，这些中庸机构啊，他送出去好多他们自己草拟的这些条文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律师工会啊，他草拟的那个和谐法，里边他有很多律师工会的公告，对对对，律师工会就感觉那垃圾桶在那儿，你就全扔了吧。全都丢去那边了，所以很多律师工会的人哈，组织学生们就在国会的外面在示威，我们要，哦不是，我们要保留煽动法令，不对哈，我们要删除煽动法令，用和谐法令来取代之，因为我们的功，我们所付出的辛苦不能白费，是，所以要保护什么？煽动法令呢，要保护的皇权，对吧？还有宗教，宗教伊斯兰教，还要保护什么？这个马来人马来人种族，还有这个马来人的特权，是，对吧？这几样东西就是马来人一定要保住的。但是其实马来人哈，有好多种嘛，咱们不是说过嘛，马来人根据政治倾向不同，倾向不一样哈，有分阿姆诺马来人，有分帕斯马来人，有分这个北加拉公正党的这个马来人。所以这些马来人到底他们都喜不喜欢这个什么马来人特权呢？喜不喜欢这要自己的这个煽动法令呢？有些人说啊，47%的人要煽动法律，可是呢，有53%的人不要煽动法律。但47%是多少个马来人在里面呢？到底是不是这样？咱们下回说。